请睡啊。那是我新改的论文，你看看吧。改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 你自己看看，你这基本阐述都没写清楚，你这思路全是错的。哪儿错了？你为什么不用我给你的那个思路啊？弄了半天，我苦口婆心的，你什么都没理解，什么都没听进去啊？不是，我是没觉得哪儿错了呀，我只是换了一种思维方式。阮医生，你想要起飞的心态我理解，那你是不是得先学会走路，然后你再学会跑步，你才能起飞啊？ 这是你第一篇SCI的论文，就不能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来吗？宁老师，我觉得你可不可以容忍别人在一定程度上的创新呢？你为什么一定要别人都按照你的思路去做啊？我是你的老师，我得对你负责任。你说那些全部都是借口。我不管你私生活的事儿，但是你得把足够的精力还有时间，你放在工作上。 您放心，不管我这次的论文会不会被发表，我都会尽全力的去完成。而且你看，我做了那些，我也不是为了评职称，也不是为了走仕途。而且您不是说过吗？在科学上，如果发现了一条走不通的路，那就是对的，就是好的，而且是对科学的一种贡献。就算是错的，也是一种贡献啊！您是我的老师，您对我安排的任务呢，我都会尽力的去完成。但是。 我也有自己的时间管理，我有自己的安排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。我现在耽误了3年的学业，我正在努力的追赶。我耽误了3年的私生活，我就不能赶一赶了？你那些事儿我也管不了，我只管你业务上的事儿，我没权利管，我也不想管那些事儿。不管拉倒。哎呀，哦，怎么了？被你气的。这么小心眼儿。 你胃疼了？你能不能让我静静？药有吗？没有。你自己胃什么样？你自己心里不知道啊？又吃这些又油又辣的东西。我刚才吃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呢？你不是在那吃独食吗？活该。 起来，干嘛？去急诊啊！哎呀，多喝点水就行，没事。你喝什么热水啊？没事儿。去急诊。喝热水。去急诊。喝热水。喝热水没用。急诊太忙了。 老陈，不用，这不是宁主任吗？怎么了？小心点。李经纶，胃疼啊？啊，老毛病了。我先给你开个单子，先去化验一下。走。慢点啊，慢点。回来了吗？啊。 看一下，应主任，这个化验单我就不用多解释了吧？你这是神经性胃炎，最近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呀？还是受什么打击了？哎，老陈，麻烦你帮我看下药吧，谢了。药我帮你开，但是啊，我还是要嘱咐你两句：平时自己啊，要多调整心情。这个神经性胃炎啊，第一就是要注意饮食，不能吃刺激性的东西。 听见了吗？第二呢，就是不能生气，一旦情绪激动，就特别容易犯病。听见了吗？宁主任，你可是我们神经外科的后起之秀啊！平时啊，
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啊。同事之间呀、啊，也要多多互相关心。嗯，好。这个呢，一天三次，按时吃药啊。嗯，来给我吧。按时吃啊。嗯。哎呀，没事儿。慢点，走，老陈。谢谢了啊。哎。松开。聂老师到了，谢了啊。不客气。哦，袋子里的药记得吃了。您辛苦了。哎，你要不要上去啊？不用了吧。你还有些东西在我这儿。要不然顺便拿走。那行，我去停个车。电梯等你。嗯。请进，不用换鞋了。你想说喜欢，我就没扔，留着了。